谢玉，你们两个哭什么？妈妈走了。谢玉，别哭了，我去把妈妈找回来。谢玉，妈妈呢？妈妈走了。哎，看来我还是来迟了。谢玉，妈妈呢？妈妈带走。哎呦！哎呀！只能最后一次了。爸爸，加油！老婆。家都没有了，我还要穿的有什么用？老公，你在这里坐着干嘛？老婆，你哭什么？赶紧去把衣服洗了。怎么了？这是？我以为你走了。爸，你别哭了，男子汉大丈夫哭什么？老公，别哭了。我不是哭，我是开心。那你以后还乱穿越、乱用我的化妆品吗？我不了，再也不了。